级汽车。旋风的特训。快看，今年的赛车冠军是卡特，他好厉害呀，竟然打败了旋风。看来我已经不是最快的赛车了，我真是太失败了。旋风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快和我们去训练吧。我才不去呢，反正我也赢不了比赛。旋风，好好训练，下次一定能赢。没有下次了，我决定不当赛车了。看来输掉比赛对他的打击很大，我们要帮他找回信心。旋风，现在有个任务，需要你立刻出动。什么任务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赛车旋风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神秘轮胎。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这个训练场有点眼熟。嗨，你是我的教练吗？你好酷啊，快开始训练吧，我都等不及要成为一辆赛车了。你要当赛车，可是你的底盘不够硬，轮胎不耐磨，甚至连尾翼都没有。让我听听你的声音。我说的是发动机。动力也不足，你这样当不了赛车。我不信，我就要当赛车。好吧，那就试试吧。耶！速度，速度，油门控制很重要。方向，方向，车轮旋转别摔跤。力量，力量，努力训练会提高。不怕苦，不怕难，勇敢面对迎接挑战。朝着目标继续向前，通过考验到终点。小心，你没事吧？是新纪录。太棒了。我的轮胎破了。没关系，我把神秘轮胎送给你。哇，好酷呀，和你的一样。是啊，我们长得也很像。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旋风。旋风。
我居然回到了小时候。原来我从小就不怕失败和困难。希望你能成为一辆优秀的赛车。旋风，加油！这次的冠军一定是我的。冲啊！